哥们这身行吗？啊，行，太行了，可以吗？这个帅呆了。哎，对，头发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一点问题，可以，没乱。三，哇，真漂亮！谢谢谢谢，韩云姐，我把花帮您戴上。哎呀，你别弄了，弄得我汗都出来了。一会儿妆花了，让娟儿见了多不好啊！能娶到我们派出所最漂亮的锦花，是翟军的福气，不是吗？谭玉，脸都红了，可漂亮了，脸都红了，谁红了？谁红了？哎呀！我天，早高峰期间这么多车呀，挺堵啊！这太堵了。该这车。怎么了？肚子有点疼。肚子怎么还疼啊？不知道啊。怎么搞？是不是早上牛奶不新鲜？不行，厕所找一个。哎，那有公厕。有吗？对对。前面就有一个。那老王，快靠边，快点。我看军儿这是典型的婚前兴奋症啊！你这词儿不少啊！我跟后边说一声，你快点儿！怎么了？军儿闹肚子，那个上厕所，你们先走啊，我们等他一会儿。好啊，走吧。后边走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车来了。大姐，恭喜了啊！你看我把我的兵全给你带来了。徐队，哎，嗨，你们都来了，这是给姑妈贺喜了。哎，小丫头嘴真甜。姑妈，哎，红包。哎呀，新娘子是你谭月姐，你管谭月姐要才对呀。姑妈也得给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姑妈白捡了一个好女婿呀。多甜呀！说这句，姑妈特例给你了。谢谢，好孩子。你们看，哎，新郎来了。来了，瞧瞧，哎，四辆车怎么来三辆啊？新郎呢？姑妈，别着急，咱今儿闹肚子了，马上就到。这小子总是不注意身体，你可得替我好好收收军呐。这个你放心，我管他啊。怎么这么半天呢？我去看看去。嘿，这怎么一大会儿人就没了呢？你看他出去了吗？没看他出去啊。这怪了，怪了啊！哎，谭月，啊，路上堵车啊，我们马上就到啊。哎，好嘞。怎么还关机了呢？怎么？这条咋回事啊？这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赶快找吧。上哪儿找啊？这条路，从这边给找找。徐队，你看，这都八点半了，翟哥怎么还没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乌鸦嘴，麻雀嘴，贫，什么时候还贫？徐队，咱这儿关机了，要不然我开车去看看。再等等吧。喂，是我。案发现场在哪儿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到。哥几个有任务，咱们得马上走。怎么回事啊，大姐？真不好意思，我们临时接了个案子，得马上走。等我忙完再过来喝喜酒啊！不好意思。好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哎，好。哎，徐队，看着翟军帮我捎个话，
让他赶紧和谭月办理离婚手续。我们老谭家就是把姑娘烂在家里头，也不嫁给他姓翟的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别气呀，说这气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呀，姑妈，姑妈，您别着急啊，新郎一会儿肯定能来。就是就是，我们有任务，还先走了。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好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好，你们走。哎，谭月姐，月儿，回去。详细情况，我们8:50接到报案电话，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李勇同志大概就躺在这个位置，身上已经中枪，子弹离肺部动脉就差一点，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钟毅，你们仔细搜查一下现场。是，走。犯人在哪儿？哎，小刘，就是他。徐队，这是报案人，铁路老职工张师傅。你把身体不重，徐队。你好，徐队长。张师傅，你好。没太看清楚，他穿了好像是一身黑西装。由于当时我太紧张了，光顾着打110了，也没敢多看他呀。丁成，丁成，小小，你到那边看看。好。钟毅，有没有什么发现呀？徐队，这儿有一脚印。张师傅，您核对一下记录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在这里签个字。好。这脚印是从南往北。提取嫌疑周围的土质，拿回去和这个区域的土质做个对比鉴定。徐队，啊，过来，这儿一弹壳。成功，李勇一定要活下来。钟毅，你说谁会对李勇下这样的黑手呢？李勇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只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，他处理的那些事情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仇家。你马上给翟军打电话，让他立刻归队。看我这都急晕了，他今天结婚呢啊。婚礼黄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是谭月给我打电话问翟军回没回特案组。这刚结上婚就吵上架了，他们。他根本就没去接亲。这简直就是瞎胡闹！你说，翟军现在人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手机关机，家里也没人接。不管他在哪儿，你马上给我找回来。你快去呀你！好，那我去了啊。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你问医生吧。李勇，李勇。怎么样，大夫？生命是保住了，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。这是从他身上取出的子弹，他流血过多，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还不能确定。啊，谢谢啊，小小，立刻把子弹送到局检验科。是。帅帅，跟我来。找不到翟军，我们报警吧。
也许我不该问啊，你是不是和他闹什么别扭了？就奇怪了，你说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说这人家无缘无故就没了，我想不明白。我再找找吧。南苑派出所民警李勇被害，我们将此案定为615特案，就由咱们特案组来负责侦破。李勇背后被人开了冷枪，这种案子在建市以来呢还是头一次发生，局里非常重视，而且下了死命令，限期在一个月之内破案，就由翟军来负责。徐队，翟哥还在休婚假。哦。哎，帅帅，你走访了案发现场周围有没有什么发现呀？案发的地点比较偏僻，没有发现别的目击证人。这是我们从案发现场找到的男士鞋底印，经鉴定，这是一双42码的男士硬底皮鞋。此人身高大概在1米80左右，体重大概是70到75公斤之间。我们从鞋印处提取的土质标本和案发现场的土质做了对比鉴定，发现鞋印处的土质为生土，此种土质市区内几乎没有，一般是在郊区和农村才会有。鞋印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线索。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报案人张师傅穿的是一双军用胶鞋，可以肯定鞋印不是报案人张师傅留下的，而李勇穿的是一双软底牛筋皮鞋。我同意小小的分析，鞋印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。这是我们从案发现场小小找到的长白山牌的烟头，已经送到相关部门做 DNA 鉴定了。徐队，有了以上这些物证，破案应该有希望了吧？你说的倒挺容易。我问你，那枪在哪儿？等子弹和弹壳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能知道犯罪嫌疑人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枪了。哎，真是希望李勇能尽快醒来，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呀。帅帅，多亏你找到土质研究部门，我们才能缩小范围查找犯罪嫌疑人的线索。是啊，要不然找上一个月也不一定靠谱。跑了一天的西郊，除了带回点土质去鉴定，也没什么意外的收获。哎，吕哥，你说犯罪嫌疑人会不会是农村人？城里人也有可能去农村啊，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会去钓鱼，对吧？是，不排除犯罪嫌疑人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跑到了农村。吕哥，我有个疑问想请教请教您。说呗。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的男鞋鞋印是一双42码的男士硬底皮鞋，此人的身高在1米8左右，体重在70到75公斤之间，对吧？经过技术部门鉴定的，还用问？你好好想想，谁穿42码的鞋？谁的身高在1米8左右？谁的体重在70到75公斤之间？谁抽的香烟还是长白山牌的？啊？你说的这不是？翟哥和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如此相似，吕哥，你这个老前辈不会没想到吧？这事儿是有些蹊跷啊。翟军的失踪是偶然，还是和615枪案有着某种关联？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要想解开这个谜团，就要靠我们手里现有的物证，尽快地查出犯罪嫌疑人。
能不能跟我们俩简单的说一下？啊，是这样的，2003年我们端掉了本市的一个贩毒团伙，为首的案犯叫杨富贵，我们从他家里缴获了18发子弹，他说是从越南非法买回来的，可是他一口咬定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原因是枪还没有买到。今天鉴定科给出的结论是，根据子弹的型号和编码，615枪案的子弹和当年那18发子弹的编码是相同的。那当年的那个案子是谁破获的呢？当年负责破这个案子的是翟军。可是当年的这18发子弹，我们是全部都缴获了呀。这相同编号的子弹跟前者有没有什么关系，现在还不好说。我们需要尽快查找出枪击李勇的这枚子弹的来历。支队，那具体该怎么查呢？哎，钟毅，你跟监狱联系一下，去找杨富贵了解一些情况。我已经联系过了，监狱里的杨富贵病得很重，我们还是缓一缓再找他。哎呀，这个杨富贵蹲了这么多年的监狱，也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。徐队，我想单独跟你谈一谈。我们现在正在开会呢，你到我办公室等我一会儿吧。我们从西郊采集的土壤经过鉴定，和案发现场鞋印处所带的土壤大不相同。我们再去趟南郊吧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走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我收到翟军短信了。翟军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6点。他短信说什么？他说，他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静一静？那你没给他打电话呀？打过了，可他发完短信之后就关机了。谭月，你们俩结婚之前是不是吵过架？没有，一点别扭都没闹。你这是不跟我说实话啊？当年上警校的时候，你可是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这个老师说的。是啊。谭月，从咱们一起上警校，到在一个派出所工作，这么多年，我就一直没机会送你玫瑰花。现在你跟翟军要结婚了，我就想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送你这花，一来呢，是满足我个人多年就想送你花的愿望，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，是祝你和军儿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。谢谢你，李勇。你可要抓紧了，我和军儿还等着吃你的喜糖呢。我尽力而为吧。
今儿回来了。哎，来了，上去说吧，别在这儿站着呀。不了不了，我一会儿所里还有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们俩这不是要办喜事儿了吗？我这提前过来，祝贺祝贺。到时候你们俩可得叫我过来喝喜酒啊。必须去啊，肯定的啊。嗯，那什么，我先回去了啊。那你先忙 啊。再见。慢走啊。真好看。不是，翟军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咱俩明儿就领证了。你没后悔吗？是。我后悔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别哭啊！我也没说什么。别哭，别哭，这么多人呢。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不太好说。翟娟儿是一个把事放在心里的人，而我一直都把感情放在他的身上。对于李勇，我一向都是坦然面对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翟军对李勇还是有误会是吧？喂，啊，是我。什么？李勇醒了？那他现在能说话吗？啊，好好好，哎，我马上过去。感觉好些了吗？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。就是李勇，你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就说啊。翟军来了吗？唐月，要不你先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。李勇，请你谈一谈案发时的情况。
叫白亮，今年23岁。你哪的人呀？我是本地人。那案发当时你怎么不来报警呢？我怕惹麻烦。现在不怕了？有事儿不说出来吧，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了。你是学美术的？啊，我在美术学院学油画。615案发现场，你路过都看到了些什么？那天早上我是素描课，大概8点多钟吧，我去学校，我骑自行车路过铁路的时候，就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。警官，我可以画吗？可以，你画吧。你说，你看见那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向后顺了顺头发？啊，他就像这样，把头发往后面一顺。你能看清他的脸吗？差不多吧。你能确定你看见的那个开枪的人就是你现在画的这个人吗？嗯，我确定。尤其是他右脸下方这儿有个痦子，我印象特别深。那痦子有多大？痦子就这么大。你肯定没看错。我肯定没看错。你在案发现场还看到有别的什么人吗？哦，我碰到了一个60多岁穿铁路衣服的大爷，远远的我听他在打电话报警，我就上学去了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们去趟技侦科，你来描述，然后我们再做一张图像模拟，好吧？好。根据证人白亮的画像，还有李勇的证词，结婚前失踪的翟军呢，不排除是615枪案的犯罪嫌疑人。不可能是翟哥，这事肯定有问题。翟哥和李勇的关系那么铁，他干嘛要害李勇？要破获615案，你们都不能感情用事，我也不相信是他干的呀。行了，就本案说说情况吧。钟毅，你先说。钟毅，还说什么呀？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，翟军确实具备作案的可能性。先从时间上推断，翟军是在6月15号上午8点左右失踪的，李勇是在当天的9点前遇害的，而且李勇还看到向他开枪的人很像翟军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个叫白亮的目击证人指证说，那个开枪的人就是翟军。还有白亮在案发现场看到了打电话报警的张师傅，这些都说明证人的证词是有依据的。可是，翟军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？哎呦，作案动机，目前只能推测是感情纠葛所致吧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翟军都要和谭月结婚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对李勇下手呢？是啊，他们三个人的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。翟军和李勇都喜欢谭月，可谭月最后选择了翟军。翟军他是一个胜利者。他完全没有必要要对李勇下手啊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应该是爱情的失败者对胜利者下手才对啊。你接着说。徐队，
如果反过来推，翟军对于李勇追求谭月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内心却是在意的。哎呀，以我对翟军的了解呢，他不可能因为嫉妒李勇而去伤害他，同时李勇也不可能因为嫉妒而去诬陷翟军。现在虽说是已经有了目击证人，但是还没有足够的物证来证明就是翟军所为。物证科已经来过电话了，说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长白山牌的烟头的 DNA 已经提取出来了。徐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钟毅，向局里申请发协查通报寻找翟军。这合适吗？我不同意。你们都别跟我闹情绪啊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现在只有找到了翟军一切才能真相大白。还有，尽快找到翟军的 DNA 提取物和现场烟头的 DNA 做个对比鉴定。明白，徐队，我想办法去找。还有啊，翟军的情况你们不许跟谭月讲，尤其是你们两个年轻人，把嘴都给我捂严实点。知道了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来几斤水果，哎，挑些又大又好的啊。哎，好，你看这葡萄行吗？好。谁呀？哎，姐，是我。帅帅，来，进来。有翟军消息了吗？你先别急，我给你买了点水果。来，里屋坐。我想上个洗手间。啊，去吧，屋里有灯。姐，你看起来瘦了好多。本来想跟翟军结了婚，有个踏实的肩膀可以靠一靠，看来谁也靠不住。你该不会是听到什么了吧？是不是全市局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了？你徐队怎么看待这件事儿？当然是按原则办事了，把翟哥找回来，才能证明他不是枪击李勇的凶手啊！什么？枪击李勇的凶手是翟军？你再跟我说一遍！不是这样的，我瞎说的。帅帅，你告诉我，翟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没有，翟哥不是消失了吗？啊，我们得把他找回来啊！哎，谭月姐，你先坐下，我去给你洗水果。帅帅，那李勇的案件怎么会跟翟军扯在一起？你告诉我好吗，帅帅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去问李勇。哎，谭月姐，你不能去。徐队，你就别再骗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翟军的失踪是不是跟李勇的案件有关？给我出来！哎呀，老师，您就如实的告诉我好吗？根据李勇案第二证人的证词，我们做出了模拟画像，是翟军。因此，你们就怀疑枪杀李勇的凶手是翟军？他之所以失踪，
是作案后潜逃，对吗？案子还在侦破中。翟军他对李勇开枪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到底是不是翟军，得有过硬的证据来说话。一当警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点纪律不明白吗？要真是翟军干的，我绝不包庇他。不行，我要去问李勇，我要他亲口告诉我。你现在的身份不能单独见李勇，清醒点。你我清醒不了，你让我怎么清醒啊？谭月，你现在要全力配合我们，翟军一旦跟你联系，你要马上告诉我们。现在只有找到了翟军，一切才能真相大白，你知道吗？帅帅，你的纪律性哪去了？我什么我？就等着受处分吧你。行了，你赶紧去谭月家，翟军一旦有了线索，立即汇报。经过技术部门鉴定，南郊水库附近的土壤和案发现场鞋印处采集的土壤基本上相同。你们俩明天的重点还是走访南郊水库一带，进一步寻找线索。嗯，好。钟宇，那个小街的厕所有没有什么发现啊？翟军是从小街进的厕所，王师傅和杨红丽是同时进去找的翟军，可是翟军不见了。他们发现厕所门口有一条小路通拐子巷。那照你这么推测的话，翟军是从另外一条路离开的，应该是。啊，这样，明天我跟小小先去南郊，如果回来的早呢，我们再去拐子巷看看。嗯，局里限期破案，你说咱们人手又这么少，真是得拼了命干了。拐子巷明天还是我去吧，你们俩吃完回去赶紧睡觉啊，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了。放心吧，徐队，一会儿我再要一把，保证干劲儿十足。林月，啊，红丽，坐。来，好。关于翟军失踪的事儿，我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哦，接亲那天啊，车一开到小街就开始堵，翟军拉肚子上厕所，我和王师傅在外边等他，烟抽完了半天也不见他出来，就进去找他，人就不见了，打电话呢关机，我们四处找啊，结果还是没有找到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协查通报下来了，应该很快能找到翟军了吧？什么？协查通报？你不知道啊？谭月，你是翟军的爱人，现在他们说翟军是凶手，畏罪潜逃。别人不了解他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你应该马上去找徐队，不能让翟军这蒙受这不白之冤吧。我要是了解他，就不会被他耍了。谭月，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爱翟军啊。你也这样认为？
花婶，听水库李大爷说，今年春天你家来了画画的年轻人。是啊，我在那采石场附近给他找了一间旧房子，他在那里头住了一阵子。这小伙子画画的非常的好，什么都会画。花婶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叫他小画家，不知道叫什么名。他大概有多大岁数？能有20多岁吧。那他身高大概有多少？比你能高一点，不胖不瘦的，长得挺精神的。听他说话能听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吗？听声音应该是本地人。这孩子挺孝顺的，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聊天，他说他的妈妈最喜欢那三灯的花了。我就跟他说，那就把你妈妈带来看看。他说他妈妈早就不在了。你们还说什么别的了吗？我问他家里头还有些什么人，他说他只有一个哥哥。那他父亲呢？我问他，他没说。好了，花婶，谢谢你啊。谢谢花婶啊，再见啊。喂，徐队，谭月姐今天四处寻找翟军，现在她回家去了。你盯住她，你记住了啊！一旦有了翟军的线索，立即汇报。是。进。徐队，你找我。啊。林勇的案子有些情况要跟你了解一下。来，过来坐。徐队。我也正想找您说说翟军的事呢。是吗？那你说。我和谭月一直都在找他，我们都挺急的。徐队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小杨，你和翟军应该算是最好的朋友了吧？这您最清楚了，当然了。那在翟军、李勇和谭月之间发生的事情，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吧？哦，我知道一些。李勇在上警校的时候追过谭月，我听翟军说，好像他和谭月没好之前，李勇和谭月走得挺近的。那在翟军失踪之前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些反常的行为呢？干。军儿。谁呀？我呀，红弟。进来门没锁。哟，喝着呢。哥坐。没少喝啊。就来。哎，我不喝了，我不喝了。新婚大喜，幸福啊。幸福啊。怎么了？就看李勇和谭月在广场。哎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啊？那李勇和谭月是同学，两人在广场怎么了？李勇还抱他，正常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太多心了。那同学之间抱一下，那跟握手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多心了。正常。谭月多爱你啊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再说李勇也不是那样人呢，啊？你说对不对？来，我给你喝一口。你想多了。行，不管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婚礼前一个礼拜。徐队啊，你是看着翟军成长的，那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您还不了解吗？你虽然说警察也会有这种妒忌心理，可是因为这个，他去害李勇，我可不相信。是，所以现在必须马上找到翟军，一切才能真相大白。徐队。军儿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的。您破过那么多大案，我希望您尽快把这个案子破了，还咱就是一个清白吧。这是一定的。那徐队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行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您留步。
小季啊，怎么了？结果出来了，翟军、胡勋的 DNA 和案发现场那个烟头上提取到的 DNA 相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和小小走访了南郊水库的十几户人家，也没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。我去拐子巷走访了一天，都没有人见过翟军。615特案，现在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指向了翟军，而我们却找不到翟军。这个案子现在很棘手啊。你是怎么看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的？翟军和李勇平时好斗嘴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他们俩和谭月的关系也是众所周知。翟军婚礼前失踪，李勇被害。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、人证物证，翟军的嫌疑越来越大。可是越是这样，我越是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什么不对，好像是有人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说翟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刑警，他即使要作案，不可能留下这么多破绽的呀。如果是一个破绽，可以解释为百密一疏，可是现在所有的线索、人证、物证都很清晰明了，这就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周密的圈套。一个圈套，那就是要引开我们的注意力。婚礼那天随翟军去接亲的杨红丽、王师傅还有小陈，他们所谈的情况基本一样，没什么出入。我找杨红丽也谈过，她透露出翟军对李勇还是有误会的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呢。咱们现在就是一边从证人入手进行调查，一边接着找翟军。好，我明天再去一趟南郊。怎么，是不是有点苗头了？我听一个叫花婶的农妇说，去年有一个画画的住在他们那儿，那个画家的身高和体重跟翟军差不多，可是翟军不会画画啊。我怀疑那个画家就是白亮。白亮？就是那个会画像的目击证人呀。对。你怎么会怀疑上他呢？他的口供实在太完美了，所以我才对他产生怀疑。哦，那你还有什么想法？花婶说，那个画家对他给找的那个采石场的旧屋很感兴趣，我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想，我还是应该去那个采石场看看，也许能找到些线索。我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感觉啊，翟军可能真的已经出事了。路过，我送你去吧。行，送我到特案组。哎，是不是有翟哥消息了？车上说。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是水帘洞吗？怎么工作啊？是啊，吕哥，你报销没有啊？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找徐队说去。嗨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打电话不得了呀？我哪有那权利？对呢，到局里去了。怎么了？谭月姐有翟哥的消息了。对，翟哥在哪儿？什么情况？军儿哪儿呢？谭月，翟军在哪儿？徐队，您看一下这条短信。月，李勇是我杀的，我已无路可逃，只有以死谢罪。喂，在南郊水库发现一具男尸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到。徐队。在南郊水库发现一具男尸，收东西，马上出发。徐队，翟军已经死亡。军儿，军儿，你怎么了？军儿，翟哥。你个怂包，你怎么了？
现场不是追悼会。汉族的，你们给我听着，现在谁再给我吼出声来，现在就给我滚。徐队，徐队，你来。翟军现在身上冰凉，你看这儿，水珠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里应该不是案发现场。翟军他不是刚死的。徐队，这儿有弹壳。回去鉴定。徐队，这双鞋基本上和615案发现场那双鞋的鞋印相同。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子弹的穿透点是在头部的右侧，射程大概在10米左右。现在可以肯定的说，翟军绝对不是自杀，而且南郊水库边呢也不是第一现场，而是抛尸现场。翟军大概死亡于10天前，尸体一直被冷冻着，他是2个小时之内才被抛到南郊水库边的。我们在现场发现，就翟军头上那个水珠都是冰化了的。通过鉴定，翟军脚上的鞋和李勇案发现场的鞋印是一致的。通过弹道实验证明，从翟军头部取出的子弹也出自射击李勇的同一把5.40手枪。那翟军的鞋印为什么会出现在李勇的被害现场呢？难道翟哥真的去过615案发现场？不，我还是不信。这正是凶手狡猾的地方，他们杀害李勇就是为了要嫁祸翟军，达到目的之后，他们制造了翟军畏罪自杀的假象。而且在尸检的时候还发现，在翟军西服的袖口上还留有另外一个人的血迹。这个血迹的主人才是这2起枪案最大的犯罪嫌疑人。我现在就去找局长申请，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侦破了。子弹的分析数据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您看，涉及李勇和翟军的子弹型号与03年杨富贵家缴获的18发子弹型号相同。
是你打电话叫翟军过去的。不是，应该是碰巧了吧？不对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那这就是我给找的房子，你们进去看看吧。我去干活了。谢谢啊。你也别太……是什么自己做的？哟，徐队你也在吧？嗯，红丽，有事儿吗？进来坐吧。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问问翟队有消息没有。谭月，你也不用太难过，军儿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的，你要相信他。徐队啊，翟军儿对我是有恩的，希望你们尽快找到他，把问题解决啊。这个请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好，谭月，我先走了，老师慢走。慢走啊，徐队。红丽，进来坐吧。吕哥，失恋了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们俩过来。你们看啊，从我们这儿到对面那个办公大楼大概有150米，你们俩谁能告诉我，二楼第三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只看得清那扇窗户，里边有什么东西看不清楚。你的视力是多少？1.5。问题就在这儿，以普通人的视力只能看清楚对面房间里的大概情况，对吧？可是，在相同距离下，目击证人白亮竟然能在自行车上看清楚翟军脸上的痦子，那不是胡说八道吗？钟毅分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这活人的证词也不能全信。队长，我正找你呢。监狱那边来电话说杨富贵的病有好转，我去看看。那你赶紧去。好。徐队，翟军被害后的藏尸现场我们已经找到了。那有什么发现？从现场发现一个冰柜，冰柜上有血迹，经鉴定是翟军的血。好，你们赶紧吃，吃完了你们俩到美院去调查一下白亮的情况。好。
队。白亮情况调查怎么样？白亮根本就不是美术学院的正规学生，而是刚去不久的旁听生。白亮的名字是假的，他的真实姓名叫杨洪亮。杨洪亮，杨洪利的弟弟。杨洪亮没有跟他哥哥住在一起，他的性格比较孤僻，自己租房住。杨富贵交代，他当年丢了两发子弹，而且他确实有一把五四式手枪藏在他们家院子里的一棵树下。物证科对我们从翟军被害后的抛尸现场找到的那枚弹壳的鉴定结果，证明凶手使用的就是一把五四式手枪，而且就是翟军手中的那把。照你的推测，杨富贵丢的这两发子弹让他儿子偷了，那把五四式手枪就是杀害李勇和翟军的凶器。可是，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杀害翟军和李勇呢？犯罪嫌疑人真正要害的是翟军，因此，他们设了个连环局嫁祸翟军。这么说，作案动机是报复啊？翟哥死在了报复者的枪下，凶手正是利用了李勇和翟军同时喜欢谭玉这一点制造假象。翟军失踪以后，谭玉收到的信息并不是翟军发出来的。杨家兄弟利用翟军和谭玉的婚礼里应外合实施计划。事儿弄成这样，没办法收拾了。谁说没办法收拾了？杀了谁？翟军现在可是被公安局协查的嫌疑犯，他枪杀了情敌李勇，畏罪自杀，不奇怪吧？被杨洪利和杨洪亮兄弟二人算计的翟军，并不知道李勇已经被害。我今天就是要杀了你！行吧行，还是你们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知道吗？你爸是毒贩，你知道吗？翟娟，我告诉你，李勇已经死了，是我杀的。不过那些警察会认为是你干掉的。放手，李勇白扯啊！你快跑吧，娟，你快走吧。哥，你让开，我就是杀了他。放下，放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让开！放开我！啊！
杀人了。翟军是为了抓捕杀害李勇的杨洪亮而牺牲的。杨家兄弟将翟军的尸体冰冻数日，制造了翟军畏罪自杀的假象。这个案子已经非常清晰了，立即传唤杨洪亮和杨洪礼。哥，哥，丑报了，咱哥俩也算得给咱爸妈一个交代了。放爸一马，妈也不会死，你的前途也不会比翟军差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该杀了翟军。我不杀他，我杀了他就会杀了我。你把他杀了，你死了，你还把我带到一块儿跟你死？你别老是丧气话，行不行？上次去公安局，你露出什么破绽没有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跟你说，特案组的那帮刑警可不是吃干饭的，你小心点。哥，他们是不是找过你啊？能不找？期间，你不能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感觉到吕忠义他们可能已经有所行动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昨天晚上我们扑了个空，杨红利和杨红亮同时失踪了。哎，徐队，正找你呢，结果出来了，杨红两家纱布上的血迹和翟军血袋上血迹是同一个人的，血型和 DNA 都一致。这下好了，证据有了。忠义，你马上去申请手续，拘捕杨红亮和杨红利。陷害翟军杀李勇的事被他们识破了，我们总不能躲一辈子吧？我早计划好了，你去外地躲一躲吧，我陪他们玩到底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们还是自首吧，争取宽大。宽大？啊，哥。你可真是天真呐，咱们杀的可是警察，进去了就别想再出来。难道你想像咱爸一样坐一辈子牢吗？躲得过初一？我们躲得过十五吗？我给你买好了车票，你先走。我能扔下你一个人吗？咱们俩一块走，目标太大了。我拖他们两天就去外地找你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
找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，但是没有发现杨家兄弟的踪影。杨家兄弟极有可能已经外逃。我们已经通知兄弟单位对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进行了重点防控。这个杨洪亮性格古怪，我们得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呀。我分析啊，杨家兄弟如果要外逃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先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谁来的？我是一个同住地下旅馆的人，花钱请我来的。拿东西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王立军。他们是什么时候叫你来的？啊，昨天晚上。现在还在小旅馆吗？早上早早他们就走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宇哥，没刹车了，手刹。怎么办？小心！要不然我们跳车吧？不行，太危险。你们坐好了，我有办法。这一定是杨家兄弟干的，这兄弟俩够阴的。喂。刑警队吗？喂，哥，你放心走吧，我自己可以脱身。洪亮，我跟你说，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。你千万别再干傻事了，赶快跑！放心吧，哥，我知道了。我已经到车站了，你放心吧，咱们到那边再联系。好。去往拍死旅客现在开始检票了。去往拍死旅客现在开始检票带走。
去哪儿啊？我去南方。哦，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？我出差啊。南方在下大雨，你可得小心啊。谢谢师傅。停车！你这是干什么？知道这是？啊？知道这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让你去哪儿？少他妈废话，要不然我弄死你！听见没有？好好，我听你，我听你。把人绑上。快点！好好好，走，去火车站。求助报警！求助报警！求助报警！110，我出租车公司，我报警。吕哥，你说这杨洪亮会去哪儿啊？咱们再去上一次没去的那个小旅馆去看看。好。徐队。615连环枪案终于告破，翟军同志被报复杀人犯杨洪亮兄弟绑架。当他得知李勇被杀害之后，被抓捕逃犯归案，牺牲在杨洪亮的枪下。局里决定向市里申请，追认翟军同志为烈士。Thank you.
神经。